系呢位仁兄嘅八字。呢位仁兄嘅不知所谓，好晒啊！食得好晒搞掂，边个同你讲系不知所谓？十九件很漂亮呢，跟平时穿校服都完全不一样。跟你讲，今天男朋友他都邀请我来他的节目，我真的很紧张啊，还叫我来这么大的房子哦。你看那个，哇，很美啊，哇啊，对哦，听说他都算命很准的、啊。我现在就要给他算，我几时可以发大财，几时可以结婚生孩子。啊，在那边呢、啊。大都，你就是大都啊！我仰慕你很久，我看你的节目长大的。哎呀，真系好啦，有咩可以帮到你啊？啊，我想问怎样发大财啊？啊，你要发达啦，乜都唔使做，好快你就发噶啦。不知所谓。佢真的不是傻的，佢係好戲啫。好戲啊，真係。佢出名係乜嘢咧？扮嘢，你什什麼都可以扮的。我什麼戴到假髮的角色都可以扮，我也是有參 cover， 我有玩 cosplay 這樣子、uh-huh. 啊，都做很多東西。啲食神雙觀卡嚟嘅，啲戊土生於新月，新月係食神嚟噶嘛，透出個雙觀係呢一類噶啦，仲有好多 fans 噶，睇下。即係話咧，你繼續做演技咧。是非常之適合你的兩粒最出名的可以出名的星，第一上官啦，即係扮嘢啊、唱歌啊嗰啲啦，同埋劫財啊，兩粒都透曬出喺天干入邊。咁即係話呢一個八字咧，如果去做呢一行咧，係非常之適合。咁其實你做了多久啊？我其實在演藝圈有超過七年啦。幾時先行到去呢個位？係咯。你一就嚟一轉三十一歲啦，係咪？一轉三十一歲就入正式嘅大運啦。戊土見水咧就係佢嘅財星。然之後係食神生財，食神生財一個大格局嚟嘅，到噶啦。OK， 即係其實我哋講係貴人啦，係人哋幫助到你嘅。OK， 你要去邊度揾咧？唔係喺邊度揾，你喺身邊嘅睇下有其他人啊屬牛或者屬羊，你自己本身已經屬羊咗啦，係啊，揾到個牛就啱噶啦。嗱，你雖然牛係相沖，但係呢個沖得好嘅，因為你諗到嘅嘢未必係得嘛，人哋俾你一個新嘅睇法。哦，就是他會給我善的東西，善的東西是他會給你善的東西，讓你善一善。這個第一步要行的，即第二步你要行，你學做怎樣做生意。哦，可以啊，我喜歡做生意啊，你喜歡做因為我覺得我年紀就夠啊。不是年紀大才做生意的，其實都是做生意的，是不是？這個真的，都是很多人就想做生意，因為他們突然想做就做一個大老闆，但是做大老闆之前呢你才有一份工作嘛，係啊 ，OK， 呢個工作一定要我哋講一個 money making skill 啊 ，OK， 如果你冇呢一個 money making skill， 你係唔夠錢去做生意嘅，係好多人係開始都係有呢個 skill 先嘅，你一定有一個技能啦，你係有咗嘅，哦，耶，呢種嗱嘅技能咯，你攞呢樣嘢揾到錢先，呢個第一步嚟嘅，行到呢一步咧，第二步咧你就揾 partner， 你八字一個劫財，劫財係你嘅用神嚟嘅。用神嘅意思即係話可以幫到你啦。你而家有一個咁勁嘅技能啊，所以呢個技能咧就可以幫助你。但係你唔自己做唔到噶嘛，你又要掛住演戲係咪？所以呢個 partner 入嚟，咁呢個 partner 咧唔係屬牛就係屬羊啦。可以自己開一個 production 啊？你自己就冇開個 production 啦，你最好就揾一個人去開，你自己做翻你做嘅嘢。哦，咁好啲。幫唔到個心啊！啊，你唔好，你千祈唔好真係自己做，因為你呢個八字咧係管理唔到嘅。係真嘅，真嘅，我錢都管唔到嘅。管理自己嘅情緒已經有問題咗，所以你繼續做呢樣嘢好啲。OK， 因為咧丙申合化水咧，你自己本身可能一下變情緒，所以呢樣嘢你要繼續去。即是學怎樣去控制到啊？那你是不是很 emo 的人呢？有時候我覺得，因為好像我的作品出來了，如果沒有人認同或者是不喜歡，我就會很 emo。但你不要 emo 你冇啊？呢個你要改喎，呢個好大問題，因為將來咧，你同你嘅 business partner 咧，即係分手分家係因為呢樣嘢。OK， 所以其實你要控制自己，你嘅 job 咧就係 manage 自己啫。OK， 你要將你自己嘅呢一種情緒咧，同埋你嘅思維啊、嘅定經啊，要合一。因為原來天干同地支啊，佢唔合啊呢個。哦。天干同地支唔合咧，即係話咧，佢諗嘅一樣嘢，但係 feeling 係另外一樣嘢。
look good, OK？ 所以咁啊，你行略呢兩個方面咧，咁你變咗你好多你奇蹟唔會發生。頭先講咗啦，你要揾大錢啦，係咪？要揾大錢，唔係你揾唔到，係你守唔到。係啊，呢個問題，你係揾到嘅，你絕對揾到。咁樣點可以守咧？喺佢嘅角度咧，錢咧係只係攞嚟用嘅啫。OK？ 啊，以前係咁嘅。係啦，依家點樣樣？現在咧？喺三年前咧，我有咩錢我就花㗎啦。現在咧，而家我有手少少。咁你而家嘅情形咧，就係第一用錢你識用啦。OK， 但係至於買咩咧，你要諗咯喎。你要買識得升值嘅嘢。升值咁買屋買。你而家未到嗰個階段就冇講呢樣嘢。OK， 買人哋嘅心。要請人食嘢啊。其中之一咯，呢個重要喎。因為咧，原來你嘅八字咧，我照講啦嚇，可能好容易得罪人啊。即係你嘅 PR 爭少少。有嗎？有，我很不會熟悉了。好像跟很 close 的朋友 OK，就是可以聊天这样，但是如果不熟了，我就会我很想回家这样感觉。第二咧，你头先讲识得做储钱啦，系咪？但原来储钱都有技巧喎。你將你自己的60%係攞嚟 necessity， 即係買衫啊、maintenance 嗰啲啊，即係買嘢食啊，60%啫。仲有40%係咪 ？10% 咧係攞嚟做 for holiday 嘅，因為你一定中意呢樣嘢啦。10%， 另外一個 10% 攞嚟讀書，仲有 10% 咧就攞嚟 invest。第四係最重要啊 ，emergency 係咪呢樣嘢咧就死都唔掂噶啦，即係差唔多就死啦。但係有買保險都要有呢一個 emergency。嗰啲係入 necessity 嘅。其實分類都成個問題。係啊，分類有問題。OK， 咁呢個你真係要問下啦。我哋動一動咧，佢嘅文昌星先。今日文昌星喺西北位，之後你喺西北嘅位置，喺嗰個位置咧，你睇頭先我講嗰樣嘢，你去分析。我企喺個位分析。唔係，你可以坐喺度嘅，企喺度都攰啦。單腳都得嘅。你中意企你可以企咯。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、如果我想靠我自己個角色紅啊，即係佢要用自己嘅真名，真死用真身啊！我想咁靚靚咁出鏡嘅。即係問翻你啦，你知而家呢個做 Star Wars 嗰個女仔叫咩名？我不知道，就是咯，他出埋嚟，佢個樣你都不知道是邊個，但你有看嘛，慢慢你就會知道啦。所以我要勸你一樣嘢，唔好咁執著，要咁樣有，咁你要諗到呢樣嘢。同埋咧，係咪有比較？人家出來的時候都有靚得啊，然後自己就沒有，冇錯啦，感覺不好，就是 emo 咯。OK， 砰砰 ，OK， 每人穿同一件衣服。很舒服吧，大過你之慳好多啦，你點樣啊？點知 60% 可能減低到 30% 啊，真係係知道啊，五樣嘢係咩？有一點忘記啊，18%唔緊要，你再睇翻啲嘅，表叔你明唔明啊？係，我成日睇嘅，睇過10遍，係唔緊要嘅，唔緊要睇10遍，我諗咗100遍添啊！今天來過，他是。玄学又在你的个性中，在 deep hit 到你的内心深处的点，这样子，这真的是讲中了我很多点。就关于我不要在意，就是我的那个角色，因为我一直觉得，为什么我只能靠那个角色这样子走下去？为什么不能靠我自己？然后他就跟我说，那个也是你自己。其实很多人跟我讲过这东西，哎，他也是你啊。但是你走到外面的时候，没有人认得你那个角色，然后你要穿那个衣服出来，人家才认得你。这一点是让我有一点。emo 的，但是他又讲中我这点，叫我不要 emo， 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来的，这样子也对啦，你不要逼我哭啊，没有啦。